我买两根窝人头，就是20块钱两根，10块斤你看没有嘛？两根两斤。现在开始钓窝子上来了，所有的门都能锁死了。洗掉哎呀，这个生活还能咋个过？还是要过去走拖起上来。你这样整疯了。酸菜还有粉条，生吃都有。现在看那个粉丝都在哪里？这个呢？哎呀，我们这开始掉了，菜都在底下掉上来了。厉害，还是有办法。哎呀，这就是套餐，这是个套餐哦。不是套餐哦。哦就是我们昨天就买了，买了些，哎呀，昨天早上买的，买了200-300块钱。别人买去，我们送起来，送起来我们拿的。我们这都变了嘛？哦。哎呦，死娃子人的看梦安一生，那是天不亮地不亮就起来做核酸，而且现在这个门市是全面强行的关闭，除了菜市场。他们也说了，我要出去买烟哦，我烟瘾犯登了，菜也没吃的，人家妈要饿死在屋头。10斤了哈，好，10块钱斤。哦吼，咋买菜都买不到了，全部不准卖，全部关门，恢复该。哦哟，你看嘛，这就是核酸。也把排队排压了。
家家了。这回子安逸了，我们成了以厂为家，你看嘛，我们的床铺也在浙江前，地盖高，大包小包的，看嘛，都在厂头，连我们的床铺。这是封城，封城，封了，农场也遭封城了。嗯，好。就从我们西开堂这里。就封了这个地方，公园没地界的。来放先锋，来放先锋。哦哟，封了，封了，封城了，摩托车都进不出不到了。我也没去拿去，我也没去拿去，我也没去拿去。现在交流无效，没用。他就保安，你跟他交流没用。哎，你说话，他就是凶人家的。我本来你们就不说话嘛，不说话不要。那这走不成，就是我们喊你们派车，这个派车他们送我们回去噻，我们没车了回去。那现在静默了怎么办呢？现在静默了，大家都在那干站着。这么多的秘密基地在这里。内江北没有预案吗？以前晓得不？火车站没有预案吗？这个就封了就完事了。赶快，你们这里面只有这么点儿，里面只有这么点儿。你们还不相信？我们从昨天到现在，找到我们的铺位在哪根线？昨天到现在，我们的铺位咋的？我们都不晓得。我晓得，哎，我晓得。我们就是这些人给你提出的啥子，你叫汇报啥子，你叫汇报啥子，晓得吗？有刚才有领导，领导跟你们说了，我们不能够用你的标准，谁都不准进。我们给你标个台，起不起作用？进去就这么点儿，这个这一会，这个这么具体，有问题都找了。可以装到风扇底下吹一下风扇了，就两个风扇，风扇底下。高速路上已经找不到小轿车，除了偶尔有一两个货车通过。这35块钱一包的配送的蔬菜包，就是这种，平时卖都卖不落，老板都懒得丢嘞。现在不让出门，看嘛，那是统一配送到的，喊袋子去买。装成包是包个，搁点20块钱，看嘛，底点袋子咋白菜，我手指门都看得到。然后一根莴笋，然后两个土豆，搁底点就是20块钱。现实中搁底点果实很好小，只是图片上看的是比较大。通行证被收了，他通行证拿出来卖惨了。嗯。